得现在有一个坏习惯，什么坏习惯呢？就是比较很爱说话。所以感谢公司今天来安排，有声音吗 ？Hello。感谢公司今天的安排，给我这样一个的平台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为什么来到 BE。在9月15号，当我遇上我们的方特之后，我跟他做了一番的交流，然后回去思考一些的东西，以及对这个方特所看到整个公司的愿景，跟所有的要做的 mission， 然后我再探讨一件事情。这个事情是什么？我曾经在思考这一个的问题。今天我除了在做产业房地产这些的投资之外，那么那是我最主要原本以为就是一个最终的选择了。可是当我今天看到这个 BE 公司的时候，让我看到一个的趋向。今天这个公司，我们是站在一平台里边，那么长趋势，我相信大家今天都看到很多东西，到处都是 online， 每一个人都看着支付宝这样的一个的方式在行事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要很好的去思考，我今天要踏入哪一个平台，因为从刚才的年岁的计算当中，在我过去另外一个的课程当中，我课程在计算我们的生命数剩下的天数之后，我课程不能够再上去了，因为当那个在作业的时候，我看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？我们思考了我们生命的年日，剩余的年日的时候，我今年54岁，按照这刚才的数学来算，55岁还剩下5475天，再加上我如果今年54岁，再加365天，我只有5840天。各位今天算过吗？在多少？在5000多天，我们再思考一下，我们真正有多少个小时的工作日？所以我计算过，我人生里面如果可以用一天很勤奋的工作10个小时的话，我大概只剩下半年的时间，不长了。所以当我接着下来要再去找一个事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不能再错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再错，不能够重新再踏上一次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公司的情况的时候，我知道这间公司太神奇了。你说是 BE 能够做吗？要酷又没有酷卖，到处缺货，天天被顾客来抢，我的酷在哪里？那么这个时候我想这个事业能够做吗？但是再回想一下，竟然没有货还可以卖得这么好，那可以做吗？我今天在这里，我要给大家，同时给我们三个创办人一个的挑战。继续没有货，我肯定我们11月12月接接下来继续会断货。把各位手机拿出来，把各位手机拿出来，开你们的 calculator。今天在场，我们有多少人？200人。我想知道，你们今天大家来到这里，准备带多少个上 MSN 的卡？我们平均一个人带10个人，好不好？做得到吗？可以。OK， 10个人，200个乘100乘10个人，多少个人？2000人。我们就让这2000人每一个月做到12千的业绩，好不好？哦。乘12千。没有裤子啦。我只说裤子。
就只让 Founder 跟厂方的事情，让他们赚我们的钱。现在多少啊？告诉我一个数字，多少分数？那个 SP 是多少？ Six million。记得我们上个的业绩是多少啊 ，Founder？ 3.2 million。今天我们的 SP 多少那边呢、啊？刚才200乘十个2000，再乘12000多少 ？Figure， 我手机没打上。啊？多少万 ？SP 多少？2200万。Sorry。1200万 SP 1200万，我们的2块钱等于1块的2块钱等于一个 SP， 现在1200万再乘二。2400万。我们下个月，我们这个业绩要不要拼2000万？要。2000万再除平均价，一条我们最小的用768块，是不是3万条啊？我们走了嘛？我们也没这么的。OK， 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今天同样的，我们为什么可以做？因为。我认为这个市场太大了，市场太大了，市场大在哪里？只要有脚的，必须要有 quotation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感谢我的组织，那么我今天带来几个非常强大的、非常支持跟信任我的伙伴。我先介绍一下，来我们前面这个 Jacqueline Ding。刚才呢，谢谢。刚才呢 ，statement 出来了，他看了三个月业绩，我明天回去辞职了。所以嘛，今天我也兴奋，因为上个月的业绩的时候，确实我们大家都非常努力。那么接下来后面还有 Teresa， 跟他的妹妹完全突破。他们也是让新人上个月他们的一组的业绩55000多分。那么曾经下面还有一个组员今天没过来，他叫露珠。我们很多常常时候在问说，我今天卖了几套赚多少钱，我们这个是帮人的事业。那么这个露珠就非常可爱一点，他天天打电话给我 Kevin 今天我要卖几套，所以呢他这个月达到18000分。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Kevin 3点多打电话，我今天还要 cross 一套，我说你今天还差5套到18000分。他4点半就打电话给我 Kevin， 我最后的第5套我已经 key 了，你看这我的分数够不够，我真的没时间跟他去分心。到晚上8点多打来 Kevin， 我叫你问的东西你为什么还没给我知道，我看一看。我说你够了够了，再好了我可以上床睡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的庞大，世界这么大，有脚的都是我们的对象。所以刚才有很多伙伴问我到底怎么做，只要有脚的都要做，对吧？我现在走在街上，我现在走在街上呢，我很喜欢。目前因为市场上只有女人的嘛，男人都没有。我今天穿的比较邋遢一点呢，就是让你们看。看我的肚子还有多大，既然我们在市场上已经可以帮到那么多女人的瘦身，难道帮不了我这个肚腩吗？所以呢今天同样的，我们在市场上只要有脚的就得说，再就得穿。所以我今天呢就在市场上走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看女人的腿啦。只要她腿有很多地图的话，你敢不敢说？不是说我们要卖这条裤子给你，我们今天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经脉曲张啊。愿意说帮忙吗？请问女人们在座的，如果你这个的状况，我就是因为我太太经脉曲张的问题，而让我看到这个神奇又讨厌又没货的裤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既然没货，我们大家都可以卖得这么好，就大家一起继续努力。下个月，那这个月11月份叫做
November Crazies， 2000万，让我们一起冲上去好不好？好。Okay.